哎，这是多少？三千万？3500万是吧？1000块钱，放上。太贵了，1000块钱真不值。但是你没有这个，你这配色不可能有。是啊，这多那么好看。还有卖这个的，4000万！我操，4000万是多少钱啊？1200。哎，这不就跟我的一样吗？对，就色儿不一样。看看多少钱，3000万，900，去你妈，太贵了。那300多？是。320。哎，你说好的那个是短头发那是吧？短头发那是好看。不是，关键他如果是卸了妆可能差点，但身材好。身材不好吗？好好。你不是说你有这么好条件干这个吗？好好好。啥价格？500万。5000钱。嗯，500万。多少钱？1000多，1200。嗯。就没便宜，跟国内没折扣完钱是一个价。支撑真的好。等等。这不就跟我那一样吗？一毛一样。太贵，但这个挺漂亮的，这个鞋挺好看的，这是 PB Pure Boost， 这个挺好看的。网上有个图吗？有个人没看过，买这种鞋是耐克还是哪里忘了，然后呢穿上，然后两个脚穿都穿上，然后啊跑，知道无聊，试试 boost 他让你看。kimchi， 我这么愿意吃这个东西 ，kimchi， 你不也愿意吃吗？操！这些玩意儿50块钱够吗？不够吧，用不上我感觉。这个贵，这个盒内30块钱，也就50吧。我问要不要袋儿是吧？拿袋儿，搭个袋儿。要我拿上。再见。我看着了，不是看着吗？那个长头的，没看着，特别好，你先吃，哎，尝尝啥味儿？20多，20多啊，60多块钱，啊，这么贵啊？看样子他妈不好吃，我操！粘牙，别的呢？说呀，操！一直想吃这个，吃上了，啥味儿啊？好吃啊！不是里头怎么还有球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鱼丸，粘牙。
服装。慢点，慢点，别了。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，你绝对是说你谈不上难吃，反正你说你要说它难吃，我不，我是那啥，一万几？嗯，一万几？十万八，可以，五块钱啊。白送的塑料这个，白送的，这是白送的，为啥？不知道，买什么东西 ？Free for this。我操，还有啥 free 的？把人也给咱，挺好吃。哎，都是你的？这是你买的？不是我买的。那主要是这个啊，我就不想拿塑料袋儿。给我吧，我不拿不出。但是你的导航已经不准了。好，你别打盘。看有没有盘。所以说这活啊，一个人根本干不了。对，除非他不玩。凭啥不玩啊？我说这活。呀，多了一梦。番外篇，王 peace， 我看这是越南语吗？你，我操，你真是啊！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那越南语。这说的啥呀？我给你念啊 ，Come on， 俺爸不这个。这个地方适合咋了？书香门第了，看看盘吧。行吗？不知道。我感觉好像军人。是吗？绝对不是。绝对不是。咱走到头，然后再从右边走回来。太好。哇。太爽了。太他妈屌丝了，虽然。咱们实在太屌丝，十一万是多少钱啊？十一万是多少钱？这个挺好。你也是饭的。
笑人走不了。笑呢？不笑没事。哪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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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好啊，比这个牛逼啊！太屌丝了。好了，三。呀，这不能拍吧？我。这他妈能照吗？这这，我跟你说，这指定不行。这啥？好像不是，就刚才我翻的着那个红衣服那女过去那个。哪好？你到底懂不懂？你看不着啊。不行，我再走一遍。你说哪个好？对面那个。对面那个，你对面的哪个？一般，就跟一个人坐一起那个，一般一般。一般。我也没来。不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？这是啥意思啊？哇！牛逼牛逼！这拍上了。没有没有，你是个鸡巴，一看穿着破逼 T 恤衫没钱，操！人家不是那啥，干嘛的？
哥能挂吗？